该把欠我的五分钟还给我了，小爹。真是对苦命鸳鸯，可气又可笑。为什么不走？是你得让我安心才对。为什么安心的人不能是我呢？为什么护你周全的人不能是我呢？我写下日记，不知该寄去哪里，也不知道哪一天能交到你的手里。但是我知道这一天一定会来，这是你答应我的。你问多少遍，只有这